ice cream. Can you see it right now? Yeah, I'll make it bigger. Yeah, like this. Okay, so this is about my projects. Okay, so like maybe you mean that maybe in the beginning I will say that how craft if affect. Oh, okay.就是录影讲话了，然后趁因为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我刚好今天要来，其实我们那个台湾同学会，就这个大学的台湾同学会，就是要发给我们一些物资，对，然后我来过来领，然后就刚好看到这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所以想说过来走走看看，对，然后顺便输个鸭之类的。 对，我觉得最近就是真的是怎么讲，封城太久，原本以为想说我自己还好，因为我自己是蛮 enjoy， 就是可能自己在房间的生活之前呢，在台湾的时候就会有点偏小宅，但结果来到这边的时候才发现，就是真的能出去是有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你就算出去了，出门了，就是街上都是空的，因为 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店家是开的，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整个人就是很难开心起来，对，就是真的是有无形的那种压力嘛，就是焦虑跟忧郁，真的是会重叠在一起，因为你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讲话，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又很难接触到人，因为我原本是想说来这边 真的是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事物这样子，但
现在看来就真的很难，就除了比较多常见面的就是室友，然后还有之前就是我们刚好同一个学院的朋友们，就是很庆幸刚好有遇到他们，不然真的是很难在这种时刻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走下去，是真的。然后也很谢谢有一些很常在台湾被我骚扰的朋友，对，就是对，因为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会希望有个人可以讲讲话也好。对，总而言之就是反正这部影片我也只是想要记录当时的心情啦，就是也没有想要抱怨或什么，因为我知道这可能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吧，就可以让自己更独立，就是能够更学会怎么面对这些焦虑跟忧郁的时刻。对，然后虽然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吗？对，就是体验封城的生活，真的觉得是来英国住一个隔离旅馆，我们已经住了大概快半年了吧。对，就是因为我们封城真的不知道封到什么时候，已经从去年封到现在都已经三月了。对，然后就是只是一个记录心情而已，就是我还是好起来的。对，就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持续拍片，就是没有拍片的原因就是比较多尝试有点小焦虑跟忧郁吧。对，就是不知道要该怎么拍，因为拍出的东西也不是出门都几乎都是宅在家，就是也不是我想要记录的东西。对，但是我还是可以透过拍影片就是这样讲讲话去记录一下我现在的心情，也许之后看之后会觉得说自己有多么的勇敢吧。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closing doors.